设计师重整56平格局，增添空间开阔视野，并借黑、灰、白与线条设计，创造符合一家三口期待的现代美宅。玄关规划大量柜体，满足收纳需求。开放式公领域以半高电视墙作为空间区隔，兼具穿透视觉效果，使光线恣意流淌于室。收房墙面设置收纳展示柜，供陈设收藏品与书籍，并以简约黑白灰色调普化空间，挹注现代时尚底蕴。主卧床头透过线条及镜面装点，刻画细致典雅睡眠场域。男孩房则利用客房空间，将隔间微调为更衣室，便利生活机能。设计师将阳台景致引入室内，透过格局微调，带给屋主明亮大气的阳光居宅。